个中国北京的电话，结婚八个月，那个男的跟人家走了，那个女的在电话里叫台长看，一边哭一边说，台长能不能把他要回来救回来。台长给他看了看图腾之后呢，就说了，你这个事情一年半到两年呢就能解决，因为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的缘分呢是不长的，我们所说的就是桃花劫，桃花劫呢一般呢不会超过两年，所以呢跟他讲了之后呢，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。正好在台长办公室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听众坐在那里，他从头到底听了台长跟他把这个电话打完，一共打了二十几分钟。这样呢其实就是救人，因为很多人他要自杀的时候，他觉得很痛苦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奔头的时候，你知道他最痛苦的是什么？他最痛苦的是他觉得这个世界啊对他来讲不会变化的。